去唱一首张雨生的歌，那英老师没给我通过，很惭愧，我都不好意思面对了。那英老师，我不怪你，是我自己没发挥好。带来什么样的才艺？今天我还是模仿张雨生老师唱一首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，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。太期待了，赶紧开始。